法师，诸位同学，请坐。请大家跟我一起皈依三宝。二舍离存念，我弟子妙音，时从今日乃至明存，皈依佛陀两祖中尊，皈依大摩利欲中尊，皈依僧伽诸众中尊。阿舍离存念，我弟子妙音，时从今日乃至明存，皈依佛陀两祖中尊，皈依大摩利欲中尊，皈依僧伽诸众中尊。阿舍离存念，我弟子妙音，时从今日乃至明存，皈依佛陀两祖中尊，皈依大摩利欲中尊，皈依僧伽诸众中尊。请看《大经科注》第300页最后一行，安住一切功德法中，一切功德法指佛国之无尽功德。人王经所云：施无名功，归己远德。经言所语，功为功能，诸行皆由利益之功，故名为功。此功啊，是善行加德，指自由之德，故名功德。德体名法。我们先看这一段。经文这一句非常重要，具足无量行愿。前面我们学过，借助呢是安住一切功德法中，安住两个字重要，心里面真正有，真正有什么？有一切功德法，或者说，我们要把心安住在一切功德法之中。一切功德法是什么？如来果地无量功德，是自信本具的。自信就是真心，真心本具无量功德。在这部经，在这个法门，佛国无尽功德，就是指这一句阿弥陀佛的德号。名号就是佛国无尽功德。所以念佛的人
有没有得到佛国无尽功德呢？未必。那什么原因？因为我们没有安住，安住这两个字是关键。啊，我们念佛，心里还有杂念，还有妄想。啊，这个安住就没有了。怎样才算安住？放下妄想分别之处，心里面只有这一句南无阿弥陀佛，这叫安住。阿弥陀佛名号具足无量无边功德，啊，这个意思后面注解里头还有，啊，我们先看人王经书里头所说的是无，实是不实，不实有财不实，有法不实，有无为不实，不实再多，不外乎这三大类。啊，以无布施给一切众生，这是空。啊，自己所得的，这叫得。布施要有真诚心，要有清净心，要有恭敬心，功德就圆满。或是缺乏真诚，缺少恭敬，有德，这个德不圆满。啊，诚实利他，不求自利，这功德圆满。为求吉利而布施，这个布施的功德有限，啊，不是圆满功德。所以，每个人布施果报不一样啊！这个不能不知道。净严书里头说，功是功能，啊，诸恨皆由利益之功，就称之为功。行六度万行，啊，布施、持戒、忍辱、精进、禅定、般若，这是菩萨常讲的六大行门。门门都有利益之功，啊，自他两种利益完全具足，啊，所以称之为功。这个功善行加之德，啊，谁肯干？发菩提心的人干，
有慈悲心的人干。啊，慈悲里面又分无缘慈悲、化身菩萨跟诸佛如来，啊，有化缘慈悲、三乘菩萨。啊，有爱缘慈悲，六道众生，啊，通通是慈悲。依旧分很多等级，啊，都算是善行，啊，善行加之德，德大小不一样。啊，得体明法，啊，得之体是明法，功德法了。法者，凡于大魔，通于一切，无论小大，有形无形，真实虚妄，是事物者，是道理者，都用一个代名词叫法。所以佛教里头常讲佛法无边的，佛法广大啊，用一个代名词全部都包括了啊，就是全宇宙，我们讲事处世间一切法，一个法都包括了。唯识论说的比较详细啊，法是什么意思？鬼痴啊，鬼是规范可生无界，无就是众生啊，众生是指一切有情众生，他看到了，听到了，接触到了，他能够理解，知道这是怎么回事情。啊，海贤老和尚有一次在山里面峭壁下面遇到一只狼，啊，大狼猛兽，他心里想着逃也没办法逃，啊，一心念阿弥陀佛，这个狼走到他面前，咬着他的裤脚，啊，一直把他带到狼屋。哦，看到一只母狼快要死了，老和尚心里明白了，是来求他超度，所以他就坐在旁边，一心念佛，给他回向。十几分钟之后，这个狼醒过来了，生了五个小狼，啊，五头小狼。这个公的狼的时候，就好像又鞠躬啊，又哈腰啊，那种感恩的样子。啊，老和尚就给他开始，叫他多做好事，少做坏事。啊，不要再做畜生身了。啊，来生再投个人身，念佛求生净土多好。啊，离开之后，第二天还是走这条路，这路他们常走的，又遇到了狼，狼带了野果、野蜂蜜，啊，送给老和尚，
老和尚收下来了，带回来。人家说你是这个药方从哪来，他就告诉他们大家，畜生都知道报恩，昨天我救了他，今天你看要送礼来了。这就是你看狼畜生，他会看会听，接触到他能理解，他能认识老和尚是好人，老和尚有道德，老和尚能救他。啊，叫规范呢、啊。啊，凡是榜样啊，让众生能理解。啊，例如，再举个例子，无常。无常是一法。啊，使人呢，生起无常之心，让人理解这个，哇，这个是有生灭的，这个现象不长久。往深处去讲呢，所有一切物质现象、精神现象、自然现象都是无常的，啊，都没有办法常住。啊，常是不生不灭。无常是生灭法，啊，持是住持，住是停住一段时间，啊，持保持它这个样子，这叫住持。住持时间长短不一样，所以不舍自相啊，一切诸法了各有其相，啊，有些现象几天就没有了。我们看花，花开花谢，啊，有些花开的期限长一点，啊，一个星期它才谢，有些花第二天就谢了。啊，开谢最快的叫昙花，昙花一现。啊，开了之后保持它那个样子大概只有十几分钟。啊，慢慢的它就谢了。啊，所以他有自相，啊，那么自相也是刹那在变，相思相续，啊，不是真正相续，真正相续是不改，那叫相续相。啊，一个念头是一个相分，念念不相同，所以大乘经里的佛说相思相续说得好。啊，后面讲安住一切，啊，会所里的说安住是不动，得成不退，故曰安住。无德不惧，这叫一切。啊，我们要把这句佛号安住在自己心上，念念不舍，
啊，这一句佛号确实具足了无量无边的功德。啊，前面我们学过，它是一切诸佛如来的通号。啊，阿弥陀佛是梵语，翻成中国意思，阿翻作无，弥陀翻作量，佛翻作觉，翻作智，那合起来无量觉，无量智。哪一尊佛不是无量觉？哪一尊佛不是无量智？所以他是一切诸佛的总名号啊。这一句名号把所有一切诸佛的德号通通包括了，一个不漏啊。一切诸佛说法度众生所说的无量妙法，不立这个名号，所以这一句一声名号，也把一切诸佛如来所说一切经教，通通包含在其中。一步没漏啊！啊，所以名号功德不可思议。啊，那么就极乐世界来说，它包含了阿弥陀佛、五劫、参学一切诸佛刹土、戒德四十八大愿，这句名号具足啊！阿弥陀佛，无量劫来的修行，证得究竟果位，具足无量无边的功德，也在这一句名号之中。所以这持名号功德不可思议，这持名号一切诸佛都赞叹，何况菩萨、天龙、善神。我们要把它认识清楚，越清楚越明白，你才真正把这句名号放在心上啊，知道这是我们人生第一桩大事。正像海鲜老和尚所说的，好好念佛，成佛是大事，往生极乐世界就是成佛，念佛的人就是成佛，其他的全是假的。啊，都是阿赖耶所变的。六道是法界。啊，转八识成四智。六道是法界没有了，就像做梦醒过来了。
梦中境界痕迹都找不到。金刚经上说得好，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。啊，这一切有为法就指的六道轮回十法界，有为有生有灭，迷的时候它出现了，觉悟的时候它不见了。啊，这是事实真相。大乘经里面讲的诸法实相，把假的放在心上就造业。啊，这个业力所感现的就是六道轮回，就是十法界。啊，前面引的行愿品里面说，于一念中所有行愿皆得成就者，即是一念中，一念就是一句佛号，圆成行愿，圆满成就普贤菩萨十大愿望。啊，十大愿望的功德在这一句佛号当中。故能安住于如来一切佛果功德之法，这总称呢。啊，这一句佛号难呐，千万不要忘记这句佛号，比什么都重要。啊，佛号明了不明了没有关系，关系在你信不信。只要你相信，你就能得到。啊，只要你发愿求生，就能满足你的愿望。我们再看下面第三小段，游行方便。啊，经文只有两句，游步设方，行圈方便。啊，我们看念老的注解，游步设方，行圈方便，此二句初赞大师之全德。全是对实说的，实是体，全是用。啊，也就是我们常讲善巧方便。观世音菩萨三十二应，善财童子五十三参，都是讲的善巧方便道基础。啊，看诸佛如来应化在六道，应化在十法界。啊，这叫全德。游者是游行游化之意，我们今天要旅游，旅游的目的教化众生。旅游不要离开教化，这里头就有功德了。
啊，要去学习。诸佛菩萨旅游在遍法界虚空界，教化一切有缘众生。什么叫有缘？能信的人有缘，愿意学的人有缘。啊，菩萨善巧方便，应以什么身得度，就现什么身。看他的程度，能接受什么样的法，就说什么样的法。所以佛没有定法可说，啊，完全是与机相应，啊，就是跟对方相应，他的爱好，他的根性，他能理解的程度，啊，样样都适合他，他学起来并不困难，啊，慢慢把他向上提升。啊，释迦牟尼佛3000年前出现在地球上，啊，在印度这个地区，啊，真的是游步十方啊。世尊没有见道场，啊，居住在树林里面，树下一宿，日中一时，过着托钵的生活。啊，这是一个有道德、有修养的一个团体，不是普通人。啊，真正有智慧，啊，到处教化众生的，啊，他老人家的教学分阶段，第一个阶段我们称它为普世教育，普世普遍，世世世间，啊，人人都应该接受的。这里的内容是什么呢？是伦理，是道德，是因果，劝人断恶修善了。啊，这种教育12年。啊，佛所行处，没有不承蒙教化的，没有不受他影响的。啊，人都变成好人，都变成善人。啊，那么还有一部分，希望再向上提升。啊，佛讲方等提升了，好比办中学。啊，方等再向上提升般若，好比是大学。啊，22年。啊，最后8年讲法华，好比是研究所。一乘法。讲真的，不是讲假的。前面3种都是全教，善巧方便，最后讲真实。真实什么意思呢？一切众生本来是佛。啊，他现身说法，他的成就。一切众生本来就是这样的，
所以应当要发愿回归本性。回归本性就是成就无上菩提。佛没有傲慢，没有嫉妒，没有障碍，他成佛了，希望个个都成佛，跟他一样啊，不在他之下了，佛的教学就圆满了啊。好比现在老师拿到了博士学位，希望所有的学生个个都能拿到这个学位。啊，教了49年了，一生教学。啊，完全给你讲真的。开头12年是方便说，恒顺众生，随喜功德，慢慢提升，完全讲真实。啊，方等里头有权有势，般若是实教了，跟你讲真实的。啊，49年当中，末后的30年讲真的。到法华会上，唯有一乘法，无二也无三，除佛方便说，那我们就晓得阿含方等般若跟法华比全是方便说。佛用这个基础把你提升到法华境界。那法华境界跟华严相同，啊，前面引用啊，这个十方东西南北四方，东南西南，东北西北，啊，四隅这是八方，更或上下二方，啊，上方下方，这叫十方，代表空间之一切处所，十方是讲空间。啊，游步十方，表大事神通有细，自在游行，化度十方世界一切众生。啊，在这个地方，我们一定要知道明心见性之后，他离开阿赖耶了，啊，转八识成四智了。阿赖耶是能变，六道十法界是所变，转八识成四智，六道十法界不见了，能变的转了，所变的痕迹都找不到了，所以他住哪里？注意真法界。
一真法界，无论是体还是相，体变法界虚空界，相呢，相也不例外，也是变法界虚空界。有缘现象，能生万法；无缘呢，完全一片常寂光。常寂光里头什么都没有。啊，也就是三种现象它没有，自然现象、心理现象、物质现象，统统没有。常寂光在哪里？无处不在，无时不在。啊，他要预言，他就现十报图。十报图也是没有边际，化身菩萨住的。啊，设法界众生见不到他，他能见到设法界，设法界众生见不到他。啊，哪个地方众生有感，跟他有缘，他就会自然相应。啊，相应的时候现身说法，帮助你。啊，释迦牟尼佛当时跟印度这些人有缘，他用示现的是应化身、应身，也在投胎八相成道啊，住世八十年。这是应身。那化身突然有的，忽然不见了啊，他来办事，事办完了就没有了。化身啊，像我们在虚云老和尚脸谱里面看到的啊，虚老在47岁的时候发愿朝五台山，他在普陀，从普陀出发到五台，三步一拜，拜了3年多才到五台，把这个功德回向跟自己的父母啊，父母都过世了，孝心呢啊，当然感动文殊菩萨，他在路上2次得病，都在荒山郊野，没有人家，这个时候病倒了怎么办？路上遇到一个乞丐，乞丐好心救了他啊，讨了一些饭的时候喂他，找了一些草药啊，帮助他把身体养好，继续再拜啊。过了多一个多月的时候又发一次病，又遇到这个乞丐啊，2次时间加起来1个多月，这个乞丐陪他1个多月，他很感恩救命恩人啊，请教他尊姓大名，他告诉他姓文，名字叫吉，吉祥的吉，
文章的文，文集。啊，住在哪里？我就住在五台山。你到五台山，五台山的人都知道我。啊，病完全好了，离开了。他到五台山，到处打听文集，没有一个人知道。啊，最后到了庙里面，啊，拜了佛之后，向寺庙的出家人请教，你们有没有人知道有个文集的乞丐？他把这个故事告诉大家，人家说文殊菩萨化身来救你的，才恍然大悟，这叫化身。化身管用啊，化身跟他在一起一个多月时间，啊，有急难的时候菩萨真照顾你 啊，那么时间短的化身我在台湾，遇到抗战期间老校长周邦道啊，周老师，他的夫人抗战胜利之后他回到南京啊，他家南京的房子我去过啊，是两进还是三进我就不知道，四合院，房子很大啊，进了大门之后是园林，树木很多啊，里面的第二道门进去之后才是他们居住的地方啊。周师母告诉我们，有一天有个和尚来到他家化缘，他们那时候没有宗教信仰，就问这和尚从哪来，求华山来的，问到有什么事情，化缘，化什么，五金香油，他家里有，没给，啊，没有给他，没给他，和尚就走了，走了之后突然想起来，他家里，二门，大门，没有开呀，他怎么进来？怎么出去之后就不见了？这个谜始终放在心上，遇到这个怪事情，这个和尚跟他这个谈天的谈谈他说说话的时候大概有15分钟到20分钟，绝对不是眼看花，不是错觉，真有其人，怎么一出大门就不见了啊，前面大门没开，他怎么进来的？怎么出去的？以后到台中学佛，把这个事情告诉李老师，李老师说，那是地藏菩萨了。啊，他才恍然大悟，非常后悔呀，没有给五金香油。啊，所以他就知道他跟菩萨有缘。修地藏法门修得非常好啊，每一天读地藏经，念地藏菩萨名号啊，忏悔业障啊，最后念佛求生净土，往生火化有300多个舍利啊。我那个师母真正是好人啊，虽然抗战期间没有学佛，对待我们学生比对待他儿女还好啊，关心照顾无微不至。我们学生没有不感恩的，都把校长夫妻当作自己父母一样看待
啊，这样的老师现在找不到了。抗战生活非常辛苦，救济物资拿到手，先分给同学，还有多的剩下来，他们才有份。如果没有多下的时候，他儿女就分不到。啊，他的小孩不少，好像有六七个。啊，他家的好像是老四，跟我同班。以后都移民到美国去了。啊，好像老大还在南京。老大大我好几岁，在不在不知道了。啊，很多年没有联系。那么自在游行化度十方，菩萨有这个能力啊。十方世界哪个地方众生有求有苦难，他都知道。啊，应以什么身得度，他现什么身。应该给他说什么法，再说什么法，无有定法可说，也没有一定的形象。通通是恒顺众生，随喜功德。啊，众生想什么，他现什么。啊，想佛他就现佛，想释迦牟尼佛他就现释迦佛，想阿弥陀佛他就现阿弥陀佛，随心应量啊，有这个能力啊，啊，教化一切众生，心全方便啊，全对实而说，居。全以于全变之意，就是善巧方便啊，变化无穷啊，宜就是顺着众生，众生想什么就现什么，要什么就给他什么。那么俗话讲通权大变啊，所以权也是方便的意思。法华文句说，方者法也，方法变呢便是其用啊，作用前言之，方式方法便是便利，按佛教义，则如《大集经》上所说的，能调众生，悉令去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，这些方便。无量法门都是佛的善巧方便，终极的目标把你引到极乐世界啊！你现在不能接受，不能相信，慢慢来啊！用这些方便巧妙的方法把你引到极乐世界，让你相信，让你发愿求生。啊，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是佛法终极的目标，就是无上真等正觉啊，不是不能犯，这是梵语音译，阿梵作无，
六道罗翻成上，三翻成正，妙翻成等。啊，三是觉，啊，这三是正，菩提是觉，无上正等正觉，可以翻的，因为它是佛教终极的目标，所以尊重不凡。用音译再把它注出来，啊，没有比这更高的了。正觉阿罗汉正等的，正等菩萨正等的，无上佛正等的，啊，这叫方便呢。又如《法华玄奘》里面说的，是为可测越方，啊，就是说它有法则，它不乱，啊，有规矩，有礼仪，这叫方。那善斗机，善是善巧，能够引导众生，啊，恒顺众生，这叫变。啊，有经言书里头说，化善化行善巧，随无所依，种种意现明全方便。啊，意是不一样的，所以这个道理要懂。然后什么呢？我们以平等心看一切众生，不同的宗教，不同的族群，啊，观世音菩萨三十二应，应以佛身得度现佛身，应以菩萨身得度现菩萨身，嗯，应以基督身得度他就现基督，耶稣基督，应以阿洪身得度他就现回教的阿訇，所以有一年我到日本去看一个老和尚中村康隆，那一年是他100岁，啊，老和尚往生好几年了，啊，老和尚告诉我，全世界每一个宗教的创始人都是观世音菩萨的化身，说得好啊，我相信啊。那么换句话说，所有宗教都是一家人，啊，翻过来说也一样，啊，如果是基督为主，诸佛菩萨是基督的化身，这是华严境界，主伴圆融啊，主不是独一的，伴也不是永远的伴，是伴，随时可以做主，可以做伴。啊，以基督为主，释迦牟尼佛就是伴；以释迦为主，基督就是伴。
他们可以互为主伴，得大自在呀、啊！哎，这叫方便呢、啊。啊，所以《净严疏》里头说得好：“化形善巧。”随无所依，这恒顺众生的 啊种种异现，异现是不同的视线啊，这叫全方便虚云老和尚遇难，文殊菩萨现个乞丐来救他，来帮助他，全方便的啊！荒山遍野来了一个乞丐，一点都不稀奇，正常的。乞丐到处讨饭啊，哎，怎么在这个路上碰到他啊？他也不会疑心啊，菩萨示现的不会，到五台山才明白，综上经论，故知以善巧稳当方便之法，妙其众生的根基，导向究竟的过去，名为行权，或者是说行方便。权就是方便，引导众生。归向净土啊，一生决定圆满成就啊，那么我们就晓得下莲居老居士为了无量寿经没有善本，在中国几千年学的人太少了，啊，反而在日本流通，但是日本人五种本子只选了一种，康僧开的本子，其他四本没有人学，这就是没有善本啊，必须要汇集成一个善本，这行权方便呢啊，黄念祖老居士给这部经做个注解，为末法时期做一个标准典型啊，做个模范，不能用自己的意思讲经，会讲错啊，怎么办呢？用经来注解，他用了83种经论，这个没话说了。古达的所说，那是开悟的人，那是见性的人啊，用110种的祖师大德的著述，总共用193种。这是在末法教人心服口服啊，末法时期学习经教要用这个方法，避免过失，也让大家生信心
啊，对你不会怀疑。啊，那么就经论的意思，祖师大德开始，啊，可以用像我们现在学习心得分享的方式，帮助大家认识，帮助大家建立信心。终极的目标，帮助大家发愿求生净土。这都属于行权方面。唯有行权方面，才能得到究竟圆满。啊，底下这一段呢，啊，第四段，究竟圆满，入佛法藏，究竟彼岸，愿与无量世界成等证据。啊，我们看念老的注解，入佛法藏，究竟彼岸，入家乡所，皆是为结其宗缘，这叫入。啊，结是理解，其是其入。啊，宗缘，是讲的自信。啊，中国俗话讲，追根究底，啊，打破砂锅问到底。啊，宗缘是心，是发心。慧能大师说的，何其自信能生万法。那么万法的宗缘就是自信。明心见性就找到宗缘了。经引述曰，无量寿经，中国的注解就这两种，一个是家乡，一个是经营。啊，日本多，日本有20多种，我知道的，可能还有我不知道的。啊，经营所说，正慧叫入。可见入者为其慧正入之意，也就是《法华经》里面所说的入佛之见。这里面的入字啊，入是其入，真正明白了佛知佛见呐。啊，这个如此。那么佛法藏，家乡所缘，名理为藏。下面先念了的解释，盖为佛法藏为法性之理体。法性含藏无量之心德，所以叫佛法藏。又法性中含藏一切佛法，
也叫佛法藏。是故入佛法藏，就是《法华经》里面所说的善入佛慧，通达大智，跟这个意思相同。那么这个智慧，智慧的体，智慧的相，智慧的作用，都是自性里头本有的，不是从外面来的。佛在华严上说得很清楚，很明白，一切众生皆由如来智慧得相。这就把统统包括了，智慧的能相好。诸佛如来所有的一切众生统统都有，为什么？一个自性，是自性本具的，佛觉悟了，破迷开悟，他自性里面智慧德相透出来了。凡夫在迷，自性里面智慧变成烦恼。德变成了一业造业，相变成了六道轮回。变质了，是不是真的变了呢？真的没有变，变是虚幻的，不是真的，真的一点都没动。但是你完全不能觉察，是在你面前，你有眼看不见，有耳听不到，有身体不能接触，他并没有离开你，这叫迷呀。只有佛菩萨，他们有善巧方便，帮助我们破迷开悟。帮助我们好像在梦中醒过来，醒过来之后觉悟了，梦中境界完全没有了，所以梦中是假的。梦中这个虚幻的东西千万不要执着，决定不能放在心上，放在心上那个梦还要继续走下去，不放在心上，梦就会醒过来。道理就在此地。一切要放得下，连身体也放下，连我们想法看法统统放下，没有一样是真的。自信清净心中，没有想法，没有看法，想法是见思烦恼，看法是见烦恼，想法是死烦恼，六道轮回就是从见思烦恼里头建立的，没有见思烦恼就没有六道轮回，这个东西先放下，阿罗汉放下了，阿罗汉脱离六道，他到十法界声闻法界去了。所以佛法藏法性当中含摄一切佛法。法性就是自性，就是本性。
就是真性，也叫灵性。啊，他这个里面一样都不缺，事出世间法是圆满的。啊，所以叫他做佛法僧。是故啊，入佛法藏，就是华严经上讲的善入佛会，通达大智的意思啊，有真解居从果相因的意思来解释，如来一切功德宝藏，佛果功德也，此之功德大宝海，说言佛法藏，即是佛所得一真也。真解这个意思也说得好，从果相因，专说念佛法门。因为这名号是果德，名号不是因，我们支持名号从果上修的，把如来果当作我们的修因，这特别法门。啊，佛果功德就是如来一切功德宝藏，这个功德大宝海，给他说个名词叫佛法藏。啊，即是佛所得一乘，一乘是圆满，一乘在大乘法里最高的。啊，经教里面讲一乘。就两部经，华严、法华讲一乘，啊，其他教里头都不是一乘教，大乘、小乘、大乘菩萨乘，一乘是佛乘，啊，声闻缘觉小乘。那么真解之书贤慧众诸菩萨了，皆是大权实现，从果相因，一入如来一乘过海，但不是因现，故来会赞助世尊。这个意思什么啊？来参加释迦牟尼佛大会这些菩萨，他们都是果后大权，果后是已经成佛了，现在释迦牟尼佛在这示现成佛教化众生，他们来帮忙，帮忙不能依佛身啊，他们用菩萨的身份来帮忙，实际上呢，实际上早就成佛了。像前面所说的文殊普贤弥勒啊，这个地方所说的十六位正士在家菩萨通通早都成佛了，是佛来实现。所以从果相因，果是一乘啊，啊，因是菩萨了啊，应以菩萨身份来度众生，通通现菩萨身份啊，而且都现的是等觉菩萨，
啊，十释迦佛这个法会更殊胜。他们这些人在做，让学习的人生起信心，对这个法门不再怀疑了。啊，有真诚的信心，有真实的愿心，愿生净土。啊，不再在这个六道里面逗留了。啊，决心一生求生净土。所以他们是来赞助释迦牟尼佛。啊，究竟这两个意思是至极之意。啊，到极处了，再没有了。啊，究竟圆满是什么意思？帮助我们脱离六道轮回，这叫离究竟苦。只要在六道，虽然升到天上，啊，他化自在天，落，但是他有寿命啊，寿命很长，很长也有到的时候，啊，到的时候怎么办？往下堕落了，为什么？福报享完了，阿赖耶里面还有不善的业行，那要到三途受苦报。不免轮回，所以不究竟。脱离六道，脱离十法界，叫离究竟苦。往生西方极乐世界，得究竟乐。啊，天不究竟，人间富贵不究竟，啊，要得究竟乐，离究竟苦，这净土，这是阿弥陀佛，啊，世尊跟阿弥陀佛，一个在此地给我们做报告、做介绍，阿弥陀佛在极乐世界来接引。啊，彼岸，究竟彼岸，知足论云，般若，情也，姚琴时代翻译，啊，所以称为情也，彼岸，就中国说彼岸，啊，又说。以生死为此岸，涅槃为彼岸。六道十法界都有生死，这此岸呢，证得菩提涅槃，永远离开生灭法了。啊，生到诸佛如来十八土，那个地方不生不灭，那叫平安。啊，释迦佛的十八土叫华藏世界，华严经上所说。啊，换一句话说，修其他的法门，八万四千法门，无量法门，修成之后升到哪里？升到华藏世界。啊，修不成功呢？修不成功还搞六道轮回。啊，脱离六道轮回，向一真法界走啊！啊，这当中还有十法界。
声闻圆觉菩萨佛是释迦牟尼佛的方便右语图啊，要通过这个一层一层提升上去都要很长的时间啊，目标花上时间啊。那么有人问我了，极乐世界跟华藏世界有什么关系啊？那个时候我在新加坡讲华严经，有同学问我，我举了个比喻，我说华藏世界好比是新加坡啊，极乐世界呢是新加坡的五结路，新加坡五结路是新加坡最繁华的一条街道啊，最好的街道，所有一切金融机构都在这个街道上啊。我说你就知道了，往生到极乐世界是生在新加坡最好的地区啊，人人都向往的啊。那么生到极乐世界就生到华藏世界了，而且是华藏世界精华的地区，这个不能不知道啊，生死涅槃。那由涅槃经上说，彼岸与如来也啊，彼与如来是以净严思解释究竟涅槃啊，张果彼境，涅槃彼岸道明究竟。念老在这里有个挂虎，书为张明以德之极之求故，这叫达涅槃明暗，也就是究竟的意思啊。按真解的意思，则为证入佛的一乘大功德宝海，其佛所得的涅槃。两种说法意思完全相同啊。世诸大师圆证果得矣，从果相应，尊普贤德，普贤十方来法会中同弘净土啊，这一些等觉菩萨，这诸大师都是等觉菩萨。实际上呢，圆证果德就是都成了佛。现在的身份是佛现的化身。啊，佛能现无量身，能现无数身，能现无边身，他有这样的神通，有这样的道行啊，他现等觉菩萨来到释迦牟尼佛道场，帮助释迦牟尼佛教化众生啊，在大会当中做影响中啊，我们初讲经的时候在台北中国佛教会的大会堂，那个会堂可以容纳七八百人
啊，有老和尚来听经，南亭老和尚是个讲经的老法师，我们的老前辈啊，我的老校长周邦道老居士，几乎一堂课都不缺啊，他来干什么？他讲的都比我好，来做影响中，我很感恩。他很客气啊，来的时候呢，我上了讲台了他才进来，我给他顶礼拜的时候没办法拜到啊，我讲经完了唱回向偈的时候他就先走了，因为他不走，我见到他一定跟他顶礼，这规矩啊，他都怕麻烦啊，迟几分钟来，早几分钟走，做影响中啊，这是对于后续年轻法师的鼓励啊，大家也看到这个道场有这么多老法师老居士，大概讲得不错啊，帮助听众增长对法师的信心啊。现在我想很少了，过去老和尚懂得规矩，我们要帮助后学，要帮助下一代呀，怎么帮助？这最好的帮助啊！他讲经，我们去听啊！释迦牟尼佛把这桩事情写在《菩萨戒》里头啊，他受过在家菩萨戒。出家菩萨戒，四十里之内有法师讲经，不去听经就犯戒。啊，他讲的经要不是佛经没关系，讲的是佛经、大乘经，一定要去听。啊，这就是深赞神的意思。深赞神释迦牟尼佛指定的啊，不能不遵守啊。我们再看幕后这一段，彭吉清居士曰：“行权方便，入佛法藏，就近彼岸，三聚一中，全摄净土法门。”彭居士是佛门的大德，他是清朝乾隆年间人，同宗同教，显密圆融，啊，黄念祖老居士告诉我，我没有去查证啊，他告诉我彭吉清高干子弟，这是现代的话啊，他的父亲是乾隆皇帝时代的兵部尚书啊，兵部尚书什么地位呢？相当于现在的国防部长，这是高干子弟啊，人非常聪明，家庭环境好啊，童子未成年，二十岁成年，十九岁还是童子，大概十八九岁就考中了进士，一生没做官啊，全部的精神都投在佛法上，
著作很丰富啊，有《无量寿经注解》，叫《无量寿经起心论》，他做的。啊，这个人通宗通教，显密圆融。啊，那么他说的这些话，多半是在他所写的《起心论》里头，《无量寿经起心论》。啊，这说得好啊，全是净土法门，菩萨一切所行，不离方便，以方便故呢，取于净土。的常见佛，这是真的。修净土的人跟佛的关系非常密切，一切诸佛赞叹弥陀为光中极尊，佛中之王，阿弥陀佛的弟子，沾光啊！阿弥陀佛的弟子到任何佛国度去见佛，都特别优待。为什么佛一看到这阿弥陀佛弟子来了，啊，要好好招待，沾阿弥陀佛的光啊！啊，诸佛如来特别照顾你啊，啊，这是他们对阿弥陀佛的恭敬啊，所以光中极尊、佛中之王赞叹不是虚的，是实实在在的啊。那么在极乐世界，阿弥陀佛要鼓励大家到十方诸国都去看看啊，像我们现在讲的去参与啊，现在的话呢叫观光考察啊，能提升自己啊，何况到诸佛刹土供养修复听经闻法修慧，这种游步设防复慧双修啊，不是一尊佛，无量无边佛同时去，同时化无量无边身随在一时圆满成就啊，这就是取以方便故取于净土的常见佛，以见佛故呢，随法修行，入佛法藏，圆满觉心，究竟彼岸，他成佛了，快呀！若无方便，无量行门，终不成就。啊，八万四千法门，无量法门，八万四千是表法，不是数字。如果是数字，八万四千不多啊，代表大圆满。那大圆满就是无量无边的，无数无尽的。是表这个意思啊，这是我们应该要晓得的。唯有往生极乐世界才能够快速证得，如果不是往生到极乐世界，那真的是无量劫又无量劫，
你才能到达极乐世界，一生就成就。这怎么能比？啊，下面如大般若经，像大般若经上所说，啊，是菩萨由于般若波罗蜜相应故，从此处末生于佛土。从一佛国至一佛国，再在深处常得知于诸佛世尊，供养恭敬，尊重赞叹，乃至无上正等菩提，终不离佛。啊，这是菩萨了。菩萨愿意常在佛的身边，不离开佛。为什么？他容易成就。啊，离开佛，他距离成佛的时间要拉长，不能在一生当中成就。啊，《华严经》上告诉我们，善知识难遇，真正遇到善知识，要知道清净，要知道供养，要不能离开善知识，意思相同。啊，这些大菩萨明心见性的菩萨，以谁为善知识？以诸佛如来为善知识。啊，因为他们住在宝土，十宝庄严。他们脱离了十法界，啊，他们有智慧，有神通，有道理，啊，他们能现无量无边身，同时供养无量无边诸佛如来，听经闻法，不舍一尘，所以容易成就啊。啊，那么这边前面所讲的从此处末生于佛土，这是神通。从一佛国到一佛国，啊，这也是神通。再在深处常得之福，这的善根深厚，他跟一切诸佛有很深的缘分啊，诸佛世尊。那么底下供养恭敬，恭敬比什么都重要啊，用什么供养？恭敬就是供养啊，依教修行供养，这是供养里头最殊胜。老师教导我们，我们没有去照做，供养恭敬都没有了。啊，真正的恭敬供养是一教奉行，我真干。啊，真的放下外面，对这个世界没有留念，丝毫没有留念。啊，亲情呢也不能留念，一定要有智慧。如果留念，这一生不能往生，不能往生，我对他们帮不上忙。我到极乐世界了，我这些亲人
冤亲债主我都能照顾，我有神通，我有智慧，我有道理，我真正可以帮助他救他们，这是对的。现在念住亲情，障碍你不能往生，彼此都要受苦，都要受难，谁也帮不了谁。错了，这个道理要相通啊！相通了，习气重，依旧放不下，怎么办？一心专念阿弥陀佛，求阿弥陀佛威神加持，有效。佛是门中有求必应，你这是如理如法的求啊，不是过分的要求。啊，佛会帮助你。人在遭受大苦难的时候，他会求佛，没有遭受大苦难，不容易求佛。啊，我们这一代遭受中日战争、二次世界大战。啊，从小离开家乡过流浪的生活，无依无靠啊，当时国家对于这批流亡学生把他集中起来啊，国家办学校，那是叫国立中学啊，在中国那个时代，县办小学，省办中学，国家办大学，啊，非常时期，所以特别办那个国立中学。抗战胜利，国立中学解散，啊，交给省去办，啊，收拾这些流亡学生，跟家里还有联络，回家。返乡啊，我们是学校解散的时候，我回到南京啊，受过这些苦难，人世间酸甜苦辣统统尝过，知道苦啊，啊，在家苦，出家也苦啊，没有依靠，没有背景的，学佛前一段时期，得到韩馆长帮助。他护持了30年啊，他是个普通的平民，在大陆是世家，是家破人亡啊，逃到台湾来，先生在一个朋友开了个药房，他在药房里面帮助推销产品啊，就是个推销员的，生活过得很清苦啊。啊，我们没有任何背景，没有人事背景，也没有这个富贵人帮助，没有。一直到老死啊，所以我知道困难，不敢见到场，见到场又开销，那会受累赘啊，没有到场一个人自在啊，
想走就走了，没有牵挂了，没有后顾之忧啊。啊，香港佛陀教育协会有董事会，有人管理啊，澳洲道场交给乌兹贝这些出家人自己去经营，自己去管理啊，建好之后给你们啊，叶森韩馆长帮助我真正做到了，不管人，不管事，不管钱，才能专心研究经教。如果有这些干扰，你想学教你也学不成啊，这都不能不知道啊，我们再看底下这一段。当知愚不立佛，须以念佛为因。如华严十地，十宗不离念佛。这是举出最好的榜样给我们看。啊，华严经上表法的。到什么时候？初地到十地，这十个阶阶里头，永远跟佛在一起，不离佛。啊，十是初地，宗是十地。从初地、二地、三地，这十地十个阶层的菩萨，不离念佛。啊，那么念佛法门，你看这善巧方便，修行，修到登地了，入了念佛法门。我们现在就入这个门。真正不容易啊，修八万四千法门，修无量法门，要等到他登地，证得初地，他就念阿弥陀佛，求生净土了。啊，我们的缘都殊胜，在现在这个时候就遇到了，就搞清楚，搞明白。如果不在这一生成就，那就冤枉了，那真可惜了。啊，想到这个，能不放下吗？啊，还能做错事？错事里头，不求往生是最大的错误，没有比这更大的。那不能往生，搞六道轮回，那是你自己自作自受。自己要负完全责任。啊，今天时间到了，我们就学习到此。